记者林欣若台北报道，今年夏季的极端高温带动饮品买气。7-Eleven 的 City Cafe 极限萃茶的冰饮结构较去年同期成长超过三成，西西里风柠檬咖啡不到两周已售出超过10万杯。7-Eleven 表示，为了确保全台5300间门市提供风味、口感一致的现煮饮品，7-Eleven 不仅是源头采用好的咖啡豆及茶叶外，也以最先进设备为便利商店量身打造的自动化烹调流程，让门市方便操作外，更可快速满足需求。以去年为例，光在 City Cafe 极限萃茶的新设备开发及采购上就斥资6亿元，而今年上半年自动调校系统、急速冷却系统等设备也已到位。西西里风柠檬咖啡以大杯冰美式咖啡加入整颗的鲜榨柠檬，添加少许蔗糖提升风味，一入口前味能感受柠檬上扬的香气，中味则是柠檬汁与质地较轻的冰美式进行融合，滑顺爽口，最后尾韵带有些微咖啡味，平衡柠檬的酸甜。气温飙高，7-Eleven 推出一颗柠檬清茶，西西里风柠檬咖啡解暑新品。7-Eleven 提供西西里风柠檬咖啡，大杯售价65元。7-Eleven 提供